的食物有哪些？如闻医生特邀专家董鹏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。高胆固醇的食物啊，胆固醇呢也是人体必须的一个成分，当然血胆固醇水平过高的话，我们称之为高脂血症啊。但是我们一般讲高脂血症，它的这个观察的主要成分呢，一个就是胆固醇，一个是甘油三酯，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，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。如果胆固醇含量比较高的话啊，就叫高脂血症。如果这个猪脑，就是动物的这个内脏，它含这个胆固醇含量都是比较丰富的啊。一般来说，脑组织里边含这个胆固醇含量是最为丰富。再一个，奶油、蛋黄里边这个胆固醇含量都比较的高。降低胆固醇呢，一个就是要控制饮食啊，就是你这个胆固醇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你不能多摄取。再一个要加强体育运动。当然有部分人他是遗传基因有缺陷啊，所以要服用一些药物。